三年了，即将离开这块热土，心情很难说，心情难以平静。这边是1400多人，帮助这么大一个群体实现脱贫攻坚，自己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我还是坚持把这个产业搞好，把就业岗位多创造一些，让他们从一个农民变成产业工人。 让他们实现就近、就地就业，这个村里经济，社会加快发展，持续发展。阿仙姑，你好，工资多少钱？1000宝贝元。哦，一个箱。 学了哪些技术啊？收费、插头、打伞、西瓜、西红柿、茄子，都学会了啊。那可以承包吗？自己才能承包一个大棚吗？行不行？可以吗？哎，也行。行，那我就走了，好吧。 那现在通过3年，大家也成为好朋友了。到他们家去远远的就打招呼，看当他看到笑脸的时候，他是对我们的认可。我们家和麦田，身体好吗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要走了，看看你。 这几年身体好一点了吧？那个报销呢？报销能报多少？报销96，96能报到96。户人员一份工资，种地一份工资。没有社保兜底的时候，没有户人员工作的时候，也没有那个户群那个健康那个扶贫的时候，你得这个病咋办？那边是很难，太困难了。那是太困难了，你没办法呀。没办法。那个、我们认真落实国家。 健康扶贫政策，帮助了这样的有疾病的贫困户度过了难关，也避免了患贫。嗯，然后10个人写工资，到100只鸡。1万只，那效益比现在提高了嘛？阿尼莫，哎，好，阿尼好，阿尼好，干得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的。养鸡产业呢，我们坚持前产业链推进，建立了一个高标准的和。 合乎国家定点屠宰要求的一个屠宰场。这几年政府加强了安鸡房的建设，那个房子的面貌和过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 冯书记，那个帮助那个找一个好工作，我现在那个屠宰场上班了，还有那个帮助老婆，她现在那个开服装店的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像我们一家人一样，像我们爸爸一样关心我们。住过3年的地方，离开了，下次再来。 辛苦了，就是那一代。你好，你永远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不，我们舍不得你。这是国家政策，我们是落实国家政策。
是不是？非常感谢。好。父老乡亲，大家好啊！好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好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哎，老人家。哎，好，随便好。哎，好，不送了。回吧。老百姓很朴实，只要你认真帮助他，真心的为他着想，全副身心的这个做好扶贫工作，他是非常非常感谢的，会永远的牵挂这个村，会永远的帮助这个村。这个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们一生一世和这个有剪不断的这种情缘吧。